哎，瞧瞧这家伙，你有上进经验吗？这是好的还是我有点火经验吗？不是，我觉得他因为见到我们朗哥又来了，看到我外国人他就怕了。你说的没有错，对，在我们这个圆桌派的历史上，你是第一位美国人，第一个外国人，应该带一个蛋糕。哦，这是给我过生日，给我过生日吗？哎，罗朗老师，朗哥，对吧？那可不是一般的这个外国人，一般的。你不是，你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一句话呀，就是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找点好吃的，这是什么精神？爱吃。国际吃货精神，脱离不了低级趣味的精神。哎，而且呢，这个咱们朗哥他是服务过两任美国大使的嘛，但是照我个人的感觉，对于中国，你比美国大使了解的多，至少是你去过的很多地方，美国大使也没去过。我真的不知道大使有没有看过圆桌派，看该怎么说。你应该鼓励他看看。其实两任大使他们都特别喜欢中国，而且特别喜欢中餐，特别喜欢。你怎么现在有点像外交参赞讲话？不是不是，这是实话。特别喜欢中餐，实话。我关心的是你去到过中国很多我们都没去过的角落，你都去过哪儿啊？西北地区的基本上都去过。东方就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北、宁夏、东北，这是江浙一带的。对，其实中国到处都有好吃。哇！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中国人爱说，就是酒香不怕巷深，对吗？酒香不怕巷子深。对对对，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有意思，很值得去找。而且他是骑自行车去到，就是到一个地方没有计划性，就是你刚刚说的，你刚刚聊天的时候说的，就到一个地方选择待一天，选择待一周，因为作家去其实会有点目的性嘛，就是说好我要写这个地方，我专门去，就很少有没有目的的旅行，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好像还挺特别的。旅行就是那目的，就是体验，对呀、他身上让我感觉到，我有时候在这个一些老外身上发现的一种精神哈，就是哪儿别扭就往哪儿去，就是你看我在西北地区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开着车，我们这走在100公里都遇不到一个人的，我就经常见到就是那个老外，对，背着个背包，轰轰轰，然后我们停下来说要不要搭车，还不用了，不用，他就是我正在享受，对。那可能是你遇到我，但是我们都没有。你就是那样的。也许一段时间是，对。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就是他是喜欢辛苦，也不是辛苦。其实，不是很多老人就说了，就是生活最后，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其他的东西都带不走。生出来的时候没有把什么东西带进来，走了之后也没有把什么东西带走，就是你生活所体验过的、经验过的，那就是你最宝贵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哪里有故事，就是哪里的饭香，就是我觉得哪里有文化，就是哪里的东西好吃。你看看，你看这，你发现没有？咱们俩跟人家不同。咱们要到哪玩啊？就追求享受。你别把我拉下水。家辉，你说那酒店是什么酒店啊？都要打听才肯去。那因为我年纪大嘛，因为你刚那个感觉哈、我30年前的印象最深刻。我30年前当记者嘛。那你就是现在多多大啊？好老啊！我是你爷爷辈的，恐龙辈的哈。我那时候当记者去那个现在缅甸啊、柬埔寨啊那些地方去采访啊，跑进去也是跟一个老外他摄影我采访，我的感觉又跟你一样，所以当时还没开放了，去到哪里的地方，我以为我是第一个进去的，什么秘密的丛林啊，总是突然就看到有人在两棵树中间吊着一张那个摇床啊，布床，上面躺着一个金毛的老外，是还喝着可乐。你看到嗨 ，How you doing？ 我就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然后他们总是能够用很奇怪的、很冒险的精神啊，先跑去的，所以要延续下来。哎，可是公道一点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坦白说，在欧洲也好，全世界任何角落，你都看到我们华人啊，年轻人啊，也会看到扛着包包，男男女女的去。可是呢，有一个特点，我不确定美国情况哈，反而是亚洲至少华人啊，这样去探险旅行呢，以女性为多。
我们可能在欧洲某个很小的地方看到像蒋方舟一个年轻的来自中国的女生背着包包走，也不要这样，也不要这样鼓励女孩子。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也会出事儿的。那也保护中国女性在那个川藏公路上，你知道吗？搭车的那种，搭车的，你总不能因为这样不出门了。在香港跟台湾都有一个词嘛，我不确定我们以前有没有谈过，叫飞机场分手症候群。飞机场拜拜啊！通常男女拍拖，比方说在香港好了哈，那个女生呢，女朋友跟男朋友说：“哎，我们去日本两个礼拜吧，啊，旅行嘛。”男生说：“不行了，我不去，你去吧，啊，你找闺蜜去吧。”因为他要考虑很多，要工作，对，因为他以后要养家、养妻活儿啊，要工作，我留下来好，对啊，要留下来啊，你去玩，对你去好，那就那个女生就找个闺蜜就去了。好了，过了三个月，那女朋友又说：“哎，我们去欧洲，去法国，去巴黎南，去法国南部，去哪里吧？”哎，我不去，行了，我要工作了，又有什么？哦，那你去。然后呢，去了两三次，每一次去了，男朋友送去飞机场，拥抱、亲嘴、告别、哭。然后回来接飞机，对吧？接飞机也是，哎呀，好高兴啊，没有亲嘴。经过三次到四次呢，通常那个女生下飞机回来，男朋友再去接她呢，女生就在飞机上跟她讲：“我们分手吧。”为什么？发现新生活了，眼界开了嘛。那是很悲哀的，因为你出去旅行，就像刚两哥啊，小罗说，生命什么都带不走，这是体验嘛。那体验会改变你嘛。所以女生去了几次之后呢，眼界开了，想法好了。当年也不排除在外面交了个男朋友，所以回来呢就嫌弃那个男的，觉得你就在这样，你的生命世界就是赚钱，他真没变啊，对，没变。然后他不会想想男生赚钱，这是可能补助你旅费什么，就这样被。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原因，就是我后来觉得大家觉得男的喜欢新鲜感，但我后来其实觉得男的其实都是经验主义者，就男的其实很愿意省事的，品牌的忠诚度也很高，但女生其实还是更喜欢新鲜感。就我其实，在大学在上大学之前，到高中毕业那个暑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些县城，我就有一些特别奇妙的感受，就你会发现这个空间的远近，它会造成一种时间的差距。就你有时候去县城，你觉得他们的娱乐是我们五年前看到的，是的。其实你觉得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有一种特别奇妙和特别文化隐喻上面的体现。就有的或者更偏远的地方，你发现他们那个画报啊，吃的东西啊，就是那个小卖部的品牌，是十年前流行过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那个县城的新鲜感是很强的。罗朗，你有这个感觉吗？你到中国乡间去？其实我也是偏这样的人，就是也不像男人是吧？对，就是像女人。有人说过，其实我真的吗？就是我，但是有一方面，其实人都是有两方面，对吗？我就像我找到一个好吃的地方，我一直都不会变，我就每天就可以去那个地方吃饭。然后偶尔我觉得生活就比较舒服，是那我就可以，我为什么要变？生活就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去旅游的时候，是因为我了解我自己这一方面，我觉得其实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你是在哪个家庭长大的，我们都是井底之蛙，你必须就是除你那个舒服的范围外，开始往外去体验一下生活，不一定是你会喜欢。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我最好的朋友张毅，就是你们那儿湖北人史燕，就跟你说的，就是他带路的，他是刚从西藏骑自行车回到北京，然后跟我分享这条路的一些故事，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应该去做的，因为我从来没做过这些。所以我觉得当时在路边睡觉的，就是去一些有一个信息没冲凉的地方，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经验，但是到现在那是我这一辈子最宝贵的一个经验。哎，比如说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觉得一周不洗澡就已经是惊心动魄了。对，其实酸甜苦辣的故事都有。那个讲一讲，被那个野狗咬了一口什么的，就确实是有很多当时其实我觉得有意思的也不是那个。对，当时我遇到很多人，就是我去看他是做一个什么面，或者是一个菜，还是种地，还是我在陕西去给人那个煎羊毛，就说我你可以住在这儿，你帮我们
种地，然后建羊毛的什么，这就是一种交换。啊，你都曾经当过别人的这个农奴啊？对，不是这个劳工啊，我说放羊呢，就是牧民呢，真的。就有一段时间，确实是。你靠这个换取人家给你提供食宿。反正这个就是一种礼貌，对吗？尊重别人，就说我不是，因为其实这些人就到我们家看一种怪脸一下，他们就会说：“这个你是哪里人？我美国的，你是一个富裕国家，你看你头发长了就没有修边的，那个长胡子的，破烂的。”你鞋子，你是一个富裕国家，这有一些人就觉得我是脑子已经坏了，就脑子坏掉了。对，啊，就是你哪儿有进水的，就这种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你们这种传统文化，我觉得是值得去了解，值得去保留。而且我听说你还在成都就开起餐馆来了。做了一些私饭，就是接待朋友吃饭的那种。我觉得成都生活节奏确实挺慢的，他们就。当一个群体来说，就是集体的思想就是享受生活，嗯，喝个普洱茶，秀长城，对吧？就是打麻将，对，啊，就是这种的，有茶馆，这个就是他们当地人文化一部分呢。成都很好玩啊！我对成都最感兴趣，最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啊？打麻将。刚你说什么长城青岛那就是你走那些小胡同那我不会打麻将那个他们打法又跟我们广东香港不一样啊，他们还有个名堂叫什么血战到底血战到底对，反正就谁胡了吃了就要站起来的让给另外的人打，我们平常是输了输家都像玩游戏嘛，输的人起来嘛，不是赢的人起来然后就打，又让输的人一直坚持到他自己放弃了才准结束的啊！我到成都就被人家抓下去打，我就做了八小时啊，因为我都输嘛，不准我起来嘛，啊，所以去那种城市，方舟刚说那个时间空间的感，我也很强烈。对，我第一个我不太喜欢到大陆，比较三四线城市，理由很简单。他们听不懂我的普通话，很奇怪。对啊，你的语言跟他们，他讲的比我好。你比如说，你到那些西北、西南地区，嗯，你跟他们沟通有发生什么故事吗？有一些地方他们不会讲普通话，有一点难。就是到时候我就去找一个人会讲一点普通话，然后我说我要表达就是这个意思，你给我记下来。就像就说新疆那个地方。我要去那边了解他们的拉条子囊什么，当时我就问到就是老城区最传统就是被人穿的就说，哦，这个地方这小铺子的囊最好吃，嗯，然后我就要过去看看，他说你不能动手，你不能就进门学习这个东西，我在他门口站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每一天就站在那儿，哎，然后让他们就学那个维吾尔语，就写了我是一个厨师，我想了解，我很尊重你这个手艺，我想了解这个东西，我想学习，然后我就这样就站在门口，到时候最后他让我进那个店里学一天的时间。哎呦，其实沟通有很多方法可以。没有，这就像过去这个学武术、学武功的徒弟，在师傅门口跪一个星期，跪一个月。啊，那朗哥下回高科技一点，拿个翻译笔。我要学厨艺，然后翻译为现在都有这个软件。哦，对啊，像我去内地很多地方，他们听不懂我普通话，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软件可以把语言翻译为英文、法文、日文，什么都有嘛？没办法把我的港普翻译为港普，上海话、什么成都话、四川话、其实湖南话，鸡同鸭讲也很有意思。那会麻烦的，像其实我刚想说的那个时空的感觉，像我去一些三四线城市的时候哈，看演唱会还说，哎，你香港来的啊，我太高兴了，明天去看演唱会。我说谁呢？我以为是什么张学友啊、张惠妹，他说费翔。费翔爷，我说不是70多岁了吗？哎，有个定律啊，有个定律就是说，在香港、台湾以前很红的歌星前辈们。慢慢年纪大了嘛，慢慢不红，可是呢，一直往西走之后，还是有他们的市场，所以费翔先生还能在那边开演唱会。真的，所以说我现在也觉得，我们也得想一想，为什么把这个罗朗请来啊？就是他去过那么多的二三四五七八线城市，对吧？其实我们现在也要
打开那儿的市场，但是你打开那儿的市场，你先要了解那儿的市场。所以你看，我有一个数据，为什么我觉得罗朗去过的地方可能比我们这个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啊还立体？因为呢，现在都讲北上广，你知道北上广的面积占全中国的面积0.33%，加上15个他们现在叫新一线城市，加上15个也就占全中国面积的3%，那么在97%的广袤的土地上，我告诉你有大约300个地级市，3000个县城，6万个这个乡镇，还有几十万个4万个乡镇，66万个村庄，然后人口呢是70%，所以现在的商人做买卖的人，你要能把买卖做到这个市场，下沉到这个市场，那不得了了，对吧？对，就像我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个北上广其实就像是盆景一样，而且我们都生活在自己讯息的同温层，你大家朋友圈每天都是啊焦虑996，但是如果你换一个地方，其实你在县城，它没有这种问题。然后我最近开始看快手了，就是我很喜欢看快手，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快手上面有一个人，他花了3年的时间造了一个飞机，虽然只是一个飞机的模型，就是一个 A320 的一个模型，造了3年，就是他把那个整个过程每天直播他造飞机的过程。然后你说他会为996这个焦虑吗？他就不会，他在做一个特别有梦想特别浪漫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觉得，是不是这个文艺工作者应该把目光啊和这个好奇心转向县城，好像那比城市生活更丰富一些。对，但是呢你跟他们还是不是在一个状态。现在就是说叫一线大城市是江湖，2、3、4、5线城市是道场。你知道道场什么？就修行。其实你的生活方式有点像找体验，有点像修行。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很倒错。就有一个心理学家马斯洛，那美国人怎么讲马斯洛？马斯洛，对吧？马斯洛，他讲的是什么？人呢，先满足了生存，然后再寻求精神的满足，对吗？可是中国现在有一个什么奇观呢？就是北上广的这个大城市的年轻人，你看他们下的那个软件，比如滴滴啊或者什么，都是我的工具，外卖啊，让我节省时间，让我能够更快的挣到钱，反而他们是在忙着生存。那倒是3、4线的呢，他们又这个慢生活啊，他暴露出就对他来说，他下载快手啊，还有一些那个什么抖音啊，这特别火呀，就对他来说需要满足的反倒是时间需要消磨，反倒是这个精神世界的这个需要填补，需要有娱乐来填补。你看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有意思啊？之前人都认为你要到一个一线城市，就是北上广这个地方才可以发展你的职业，北上都钱都花光。对，基本上是。对，因为这3个城市我都住过，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原来是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你要走到最顶级的一个职业的水平，你必须得去这些地方发展，要么是这样，要么是这样，只有这2个选择。但是现在就是科技方面，就是像我们所谓的软件，就是让原来远方的东西靠近一点，而且你不用去找它，它是可以去找你，都是连接连通的，对吗？我觉得就是看看你要寻找，就是寻找什么样的生活，你追的东西是什么？哎，我问你哈，就是你比如说，他实际上现在啊，这个是个全球性的趋势，逃离伦敦，逃离纽约，就是因为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了。可是他们讲呢，这里边欧美和中国还有一个不同，比如说对于欧美来说，我如果从大城市选择去一个乡镇去生活，这不代表我的社会地位或者社会层级的下降，对吧？这贵族，英国贵族到哪儿，在村里他也是贵族，对吧？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这话都会说。就是我觉得，哎，我这个地方就是永远没有出去过，那些都是很光亮的，就是很值钱，就是很值得我去追、去了解、去碰一下。但是到时候你去到那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个和我想象是不一样的。反正我真正说是大城市，我不是特别适合住这些地，长期住这些地，因为我觉得生活的节奏太快，
真的太快，我觉得我想享受我的生活每一分钟，不但是我洗衣服也好还是什么，偶尔我就会选择，其实我的生活也忙，我会选择自己用手洗什么东西，还是不要用电脑还是手机写一点东西，就是用纸和笔，因为我就是想要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一部分，我不要离它太远，不管是这个科技是发展的多厉害。但是这个不太一样，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叫什么卢卡斯啊，他讲一句话他也挺有意思，他说那个如果不是为了跟人在一起，为什么要承受曼哈顿的高房价？是那么你看，你像你讲说，现在大城市人都是孤岛，对。可是实际上，你们为什么？你们不还是往里，你要往这里挤呀、啊？比如说，我认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有一个开文艺青年都有开一个小书店的梦，就觉得因为大城市它的这个房价也很贵，然后地段也很高，也生活节奏也快，觉得承受不了一个小书店的梦。到三四线城市开个小书店，然后那个地方政府也给很好的补贴，因为觉得是文化产业，但是开不下去的，就是它没有一个人群的集群效应，包括他们也受不了这个小城市的人际关系，然后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密集的程度和相互之间的打量、审视、追问和亲戚之间的相处，所以他们最后又逃回去了。所以还是就是你问的那个问题，看就是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换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知道没有人会看你的书，永远不会看到你写的字，你还会写吗？那我就不写，不写。你不会写，对吗？不会写，因为艺术就是需要一个观众。就是会享受你的东西，比如说我，如果我今天早上我在设计一些新的菜，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小饭馆，我就在自己问自己，如果没有人会吃到这个东西，你会摆盘这么精致，还是你会摆盘的风格是一样吗？还是你就会注意做好吃，因为你自己爱吃，你自己要生存。如果是全世界我只有我唯一的人，我一个人很孤独，我会怎么样过日子？这应该就是最淳朴的一个思路嘛。对，这就是城市的人的魅力嘛。哈，我告诉你一个例子哈，大概许多年前哈，台湾有个做二十年前啊，做电脑大企业哈，大企业家赚很多钱，然后呢他回到他的故乡在大陆叫黄杨村哈，开展了一个工程，他在那边，他爸妈的故乡是吧，投下很多钱，那地方很穷啊。他说要干什么呢？这么穷呢，因为那些小孩成长过程看不到世界，要去北上广打工，离开家里等等哈。所以呢，我做什么呢？我是搞电脑的，然后我有钱 ，deep pocket， 口袋够深，然后丢钱下来，我要这里叫千乡万财哈，你们不用出去。每个家庭每个小孩一个电脑，而且连接网络，连接了把世界的窗户打开，什么过来让你们在那边也可以学习上班哈，很大的计划。做了几年之后呢，没有很成功，那些小孩还是跑，那就去追啦，他的员工去问那些小孩呢，你不是可以跟家里在一起吗？跟你洗澡什么都可以享受，对，都在那边了吗？你干嘛还要跑吗？然后呢，其中很好玩的那个报告，好多小孩都是说，我受不了啊，我难以想象我一辈子以后就是跟这些人一起出生，一起成长，还有时间呢，到老你就在那个地方哈、啊。这个意思是说，甚至说你们相处很融洽的，在美国一些 community 一些社区什么很好的，大家每个人认识每个人，什么 so what， 我一辈子就跟你们在一起啊。不是说你们是不好，没有新鲜感，对吗？是不是不好？是不够啊！我的生命还有更多的追求。所以刚文涛说，我们要什么下沉啊？怎么开脱？好，你有你的路向，可是我觉得我们要更有大志，我们要国际化。以后圆桌派改英文版、日文版、法文版，你要这么想呢，往外打开，我们的命运就真的下沉了，来死亡了。我连外语都不会，哎，我也算是跟上潮流。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咱们为什么找罗朗啊？我明白了，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种啊，有一个概念啊，叫异乡人呐、啊。其实你看啊。他反倒像是陶渊明，陶渊明你知道是谁吧？他反倒像是陶渊明，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啊，好像我们现在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像他如果到西北还是到西南，其实你反倒能观察到，
比如说是这个爱爱远人村呐、啊，依依墟里烟呐、啊，什么久在樊笼里啊，复得返自然，回归自然。陶渊明呢，实际上是个做官的，对，他到了农村，他能带着纽约人的眼光来享受到这个，可是呢，在那个地方的人看不到，他们是不自觉的。我们还是想象着，到乡村去，他们应该穿着这个蓝布的朴素的、朴素的民族服装，麻质的民族服装。可是实际上他们已经变了。我去贵州，好，你知道，其实你也很为那里的人民高兴，因为发展旅游业，他们日子不用那么苦了。嗯，是。但是呢，他们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一个村的演员，你知道吗？我记得我们一个团去，导游提前在车上就跟那边打电话，然后那边村里说，哎，旅游团要来了，好家伙，家家户户开始化妆，是都有那个粉墨登场，啪啪，他平常不穿民族服装，嗯，然后你知道吗？我们一到村口，我一看，一帮黑就是。脸画黑了的兄弟姐妹啊，去接待你的、啊、就来了，然后啊就是跳着舞，拉把你拉到他的家里，然后就让你感受他们的生活。嗯，可是等我们走了之后呢，还回到卸了妆，该干什么干什么。是因为这个有一个代表性，是因为就比如说有人过来你家，你会给他什么东西？你会铺出来就最好吃的东西。没人会去你家，然后你就说这是我们普遍的东西。这是我们刚从地里挖出来的那个白菜，享受，好好享受，好好吃。哥哥，这没有人会这样给你解答。重点是不确定那是最好的，可是他是觉得那是理想来看的，最符合期待的。好多年前在 New York Times 的《纽约时报》有个漫画，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样，很简单的漫画，要在一个原始部落哈、啊，那些土著哈、啊、原住民都在那边，其实都喝着可乐，看着电视，听着收音机。然后第二张漫画就是有人用望远镜看到，诶，有条船来，马上就告诉他的同伴们，诶，美国人类学家来了，赶快，然后准备。第三张漫画就是他们马上把电视机啦、收音机啦、可乐啦扫到床底，然后把他们那个把脸就像你刚说了化妆啊，画了油彩的，全化妆、啊，拿了盾牌了、啊，出来跳给美国人类学家来看。而且他们说回这是那个漫画哈、啊，说回现实的，对啊，那些地方的美学也不一样哈、啊。化妆，我记得我曾经跟几个朋友去中国某个地方义教啊，教了一阵子，然后结束的时候，当地的人很感恩嘛。举行一个晚餐来感谢我们嘛，啊，是一个晚宴啊，他们呢当然是穿上大红大紫的袍，然后化妆，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美嘛，他们那个春在他们的眼里啊，他们觉得哎、嗯，北上广来的人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啊，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在贵州的西边，卫宁的上面就开花村一个小小的地方，都是少数民族在山上。每一个春节我就会去大概一个月帮他们载年猪什么的这样的，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骑摩托车，那时候应该是2010年，从卫宁到黔东南那块就是挨着广西，也是我一个我认识的一个侗族的朋友，嗯，然后在侗寨那个地方，他们那儿没有路，只有一个这么窄的土路，就是骑摩托车上去。然后去的时候，他们穿的就是那种衣服，他们是天天唱歌，因为唱歌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所有以前这些民族的历史和故事什么，就是在他们的那个音乐里面传下来的。嗯嗯 嗯。然后他们吃的东西也对我们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的。去的时候是对我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白天唱歌，晚上唱歌，就是一直在唱歌。然后他们做的吃的也是对一个厨师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过了5年之后，我回来已经铺那个水泥路上去，就是非常方便。但是那个时候我不认识，因为都已经改变了。嗯，去的时候我是刚好因为要回去这个地方录下来他们的歌，我就买了在美国一个很高级的那个录音机。到村子的时候我就问这个老太太在哪里，她说哦，在那个地方，她的家已经变成一个小卖部，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小零食可乐这个东西，衣服已经改变了，不穿他们自己手工织布的那个衣服，喇然的衣服，
然后有那天晚上我就说我逮了这么一个东西，我可以录下来，说哎呀不想唱歌。第二天我就是在他们房子，就原来住的那个房子睡觉，第二天早上就是这个旅游团有那个面包车一个一个来，孩子都准备好穿他们的传统民族的衣服过来唱歌，他们就是在家家户户的家，他们准备点东西吃个饭，他们就参观一下那个小寨子然后就走了。当时我想到一年以前的那个去宁夏骑自行车的一个经验，就是我看你一种鸟叫画眉，画眉的画眉就能唱歌，很漂亮的。对，然后当时我看它在一个笼子，就是人有遛鸟的那个习惯，然后那个鸟就开始唱，我就录下来，用手机录下来。后来我在想，就是你越好你越美，我们就要把你藏起来关起来，在一个笼子。我也是人，我也想发展，我也想看电视剧，我也想吃这么多的好吃的东西。对，他这个比喻特别好。这就好比说刚才咱们聊天，他是出生在德克萨斯，对吧？对。那么如果我们去德克萨斯，我可能会问你的父亲，会你们家牛仔裤，对，牛仔裤，你穿了一个牛仔裤，给我看你的那个 six shooter， 你带我出去打一点。西部电影里面的。对，那德克萨斯还是这样吗？其实有一些地方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你看，就是在中国旅游景点发展的也是这么一个思想。就比如说很多外国人也爱学功夫还是什么，他说哎呀我要去中国，然后哎到了上海的时候，你们那个衣服不是有那种扣子吗？对劲儿的。去哪里学那个武术吗？他说你去河南少林寺你可能去看到了，这里没有。那你们那个炒饭啊，你面的就是他认为就是在他的脑子里人就是这么定的，人应该是长得是这样的，刻板印象。他们应该是怎么做，每一天的生活习惯应该是怎样的？像德州人不是连睡裤都是牛仔裤吗？不是，我还你去那边去找吧。所以你看，这老罗他还是咏春高手呢，你知道吗？他当年到中国学咏春。但是佳慧，你觉不觉得他刚才讲的，哎，确实现在就是一个全球，联合国应该研究研究咱们这个话题，咱这个节目真能上联合国，这是个联合国性质的问题。就是说，也许到最后某种民族文化，就像这个画眉一样，如果你要让它存在，你就弄个笼子让人们来观赏叫保护。可是对于笼中的鸟来说，我也想从三线城市变成一线城市。对，这个矛盾，哎，联合国到底怎么解决？日常生活也是啊，像香港，我记得以前我参与过哈，要保护老区老房子，有些三层四层的二次大战前的老房子嘛，有一阵子政府说要拆，我们就很热血说不行，文化遗产要保护，什么要让，而且要不能把人家逼走，那些居民要住在那边。结果其中一个居民就跑来说，我也想住坐电梯的那个大楼，你干嘛一定要保护着我，逼我在每天走楼梯走四层的这样。所以是不是说有些东西的消亡是自然的，早晚也会消亡，最后会变成一个像博物馆一样的一个存在。其实博物馆是很有意思，但是你想住博物馆吗？真的，其实我原来我可以说实话，我原来也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原来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我记得走了差不多半年，我一个校友他就给我发一个邮件，就说，哎，怎么样怎么样，最近怎么样？像这样呢，你那个朋友做什么呢？然后我们的食堂饭还是一样难吃什么的什么这样。然后他说，哦，对了，那个雍和宫那边，你以前特别喜欢穿的那个胡同都被拆了。然后我很难过，我就觉得哎，这么漂亮，因为确实中国人不是觉得外国人都喜欢去看胡同什么，就像住一个四合院吗？对，因为你就想去体验跟你本国家你本文化当中没有的东西。对，你要去，这是为什么我说实话可能是很多人不会喜欢我说这句话，但是我真的不理解那么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然后就是要吃汉堡吃披萨，只说我不吃中餐，我不做这个，我不想融入这个文化，那你要不就留在你的国家，对吗？不是有道理吗？你这个同样的，我跟你有同感的问题是，我不理解有些中国旅游团为什么还要到美国还是要去提供那个热水壶，要带着榨菜，要带着方便面，你为什么不去尝一尝新鲜的食物？
那这个你吃三天，我吃三天的这个西餐，我现在我也受不了，我要吃越南河粉。你没有吃我做过的菜，是吧？对。但是我觉得刚刚他说的，其实也是我一直特别大的一个困扰，把人家当成一种景观式的东西，然后你自己回到城里，然后展示一下你跟他们的生活，又离开了，只是把他人的生活当作是一种景观。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悖论，包括我后来其实觉得这是因为城市生活真的是太没意思了，或者说太同质化了。就我听到无数的作家跟我说城市无故事，你知道，就是因为觉得城市是没有故事的，它只能记录人的生活某个片段。但如果你要找戏剧性的、永恒的、有特色的东西，你就只能去这个县城、乡村、少数民族。但是你去，你又把别人变成一种景观，并且希望别人永远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永恒的矛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你比如说，所以我就那个开始解释了，这个就是罗朗一开头。他是其实你还是没有融入当地社会，没错，实际上在人家眼里你还是个老外，对，所以你的乐趣也就在这儿。就像比如说我也可以到欧洲的一个乡村住一个月没有问题，但是一辈子呢？啊，但是你要住一辈子呢？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去逛，就是我2009年搬回来中国的时候去看这些胡同，我就是搬回北京去看了这个拆了那个拆了，我一过去看了，就是那边人住的就是一个新房子，我周围的真的这样的。但是你北京夏天8月份的时候你去体验过公厕吗？确实是他们想觉得，就是如果政府给你换一个高楼的，你这块地收起来然后就给你新的家，谁不愿意？有暖气，有自来水，有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我贵州的朋友原来去的时候，他们就是家家户都没有通电，每天早上我要去河边跳水，就是在卫宁那一块。我觉得啊，这个很有意思。什么？他们也是一个小砖房，小小的，就是那个村子里有几个家庭用的那个也厕所，对吗？对，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吃的什么肚子不舒服呢？你生病了吗？你发烧了吗？你觉得这个一直用这个是方便吗？所以这个不对。这是为什么人觉得你是一个富裕国家，为什么你没有坐飞机要过来？我坐飞机从北京飞到西安，那中间呢？那么快，就几个小时就可以，你一切你都错过。如果我要去旅游，我要真正的了解这些人是怎么过日子，这些人是怎么生存。这些人的每一天的那个生活习惯是什么，他们怎么生活，这个对我来说才算是旅游。而且是为什么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旅游，我说要去旅游就是要去3个月，不是我去巴厘岛1个星期还是我去日本5天，我对我来说这个没意义，我不会去光啊。对，他确实啊就能体验到。你比如说我是觉得好多啊你想不到的，比方说我去过那个秦岭，他们带我去秦岭的一个大山里，有这么一个县城，陕南那边的，对，陕南，对对对，陕南秦岭。哎，你一去你想不到啊，你要走很远的山路，但是你一到了那个地方，其实要不说真的啊，这个咱们中国这个经济起飞啊，有的时候你真是看看这个，你想不到有一个这么发达的，突然有这个这么发达的一个县城，但是那个你要走很远的山路进去，但是呢，你看你一去。那是个羌族的一个自治县啊，还是一个什么，对。好，我一看就是也是我们那个一进门口大街上都摆着那个火盆，全是叫跳锅庄舞。然后我听说是当地公务员，要不说就是说公务员带头，当地政府干部带头，下班6点钟下班之后在那儿跳锅庄舞，就要营造这个羌族的这个风格啊，这种哗哗哗就拉着游客一块儿跳这个锅庄舞。然后我就觉得这里边也有一种人情美，这就有你在大城市见不到这个，就是比如说这接待我们的这个老总来了，啊，就说这个一定要喝酒，但是今天这个不好意思，我这个发烧，这个39度啊，说发很不舒服。就是我说那就好了，那么早点回酒店休息吧，那就不用了。那怎么能行？好的，来，然后说打电话叫他的秘书哈，叫我那医生来，叫那医生来，夸夸夸，我一看一个白大褂来了，他说你们那个什么啊，先坐一下，我上洗手间，然后待会儿从那医生跟着他到洗手间，然后我一看出来的时候就拿着个吊瓶就出来了，那医生给他吊那个小柴胡。
然后就说哎还过来，就在这儿就吊着小柴胡哈，哎，远方的来客是吧，你们来到给我们这是什么蓬荜生辉，我先干为敬，咣咣咣就是三杯白酒。这样的老总我看每半年要换一个。而且你想象不到，就那个县城每天晚上放烟花，天天晚上像过节。但是他们说呀，周围来旅游的就想看这个，就想熙熙攘攘啊。他说我们这是个旅游区，就是周围的地级市啊什么都到这儿旅游，就是每天晚上不夜城。你不要以为只有上海才是不夜城，他这儿每天晚上不夜城，那真是人民都是啦跳着锅庄舞，然后嘣吧着烟花，就在你想是在大山深处，你在一个欧洲小镇，你怎么可能见到这样的奇观，你说但这个你觉得有意思吗？我个人觉得没意思。为什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他就是想，你看他还是想找那个原始。是的，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去旅游，就是其实我认为最难的是我知道我脑子里就是在我印象当中我想象中的想去看的什么，就像青灵山的那个时候，我记得从小时候我看窑洞呢，就是有这些黄土高原，住在这么一个没有绿草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有小米，有那个就是辣子十道菜，就是陕西八大怪，对吗？嘿嘿，就是很多辣椒的东西，而且用那个石磨那个黏，就是由驴转着这个黏。哎，我就想看这个，哪有人现在这样生活的，我非要就去看那些这些老头戴那些白帽尖的，我真的想去找这种的，因为我从小就看到这个必须还有存在。问题在哪里？你怎么去找？如果你在网上能搜到这个东西，那肯定是已经变味了啊。如果你搜不到的，也不一定存在，你也不知道怎么走，所以你就是必须得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你就是走这个地方就问你这里当地有什么特色，不是你宣传出来就是兰州拉面还是什么，都是你这个当地哦，我们有一个这个小菜，每一家他们都会做这个盐菜还是鲜菜还是泡菜什么，你可以通过这个然后看在哪个菜哪个盘子上的东西运用这个东西这个原材料，然后你就说哦，这个什么菜哦，这个叫这个菜是这个地方离这几百公里，那你就会去那个地方。然后就像你说跳舞的，我还记得青海我去一个地方，原来是我没有目的性要去，我本来就不知道这个地方存在，一下那个就是把自行车推进去的，然后在一个广场特别小，就是一条路的一个小窄的，快下太阳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人在那个广场就会牵着手就跳，没有原因，没有就是因为有旅游团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味道的文化。对，那是两种、就是、你看我说的完全是不同的，都是跳舞，对，它不一样，行为是一样的，就是动作是一样，不同的项目，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哲学，我觉得这个是我感兴趣。但是去那个地方就是大概六点半就放那个鞭炮，然后七点就是他们开始就做那个，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假做的。就像人类学他们有这个想法，就是说你不能观察一个文化而不影响到这个文化或者这些人，你一看他你就是把它变了，你不参与这个就是它原始原味的，但是你一进来你原来就是意外的，那就会把这个一进来这个就已经会变了。那我问你，这不是有点像美国的游乐园吗？迪士尼的游乐里边有印第安，我也不去，印第安人我也不去，对吧？对，我也对这个也没太大意义，所以我这个人可能只是一个怪物。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不是你在我的眼里一点都不怪，你就代表了几百年来这个欧洲人的这种东方印象。其实一开始不就是这样吗？对，这作为欧洲人，他来到东方，马可波罗吗？马可波罗，印度也好，或者也好，我就要最地道的啊，那个最真实的，假的我不要啊。但是真实的也有现，也包括现代。只要是这个是你平时过日子，我都愿意看，我都愿意去了解。你是白领的，每天就去上班，在一个高楼的，这就是你这个地方的人，那我感兴趣。那中国的白领上班跟美国的白领上班不是一样的吗？这有什么好看的？我不是说我想去看，就是比如说，对，我不想去谁的办公室看他的玩电脑了。我意思就是说，你是怎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我可以对这个感兴趣，但是。不管是有多好看，你觉得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如果是假做的，我觉得那就没意思。
对了，因为是假的。家辉，你说哪个是高级的？就是他讲的意思，实际上是我想看一个地方人们真实的生活。但是什么叫真实的生活？比如说，在非洲，一个部落的人，他现在过的真实的生活，会不会对于他，像美国印第安人也是啊，印第安人他可能他对他来说这是低水平的生活。嗯，这个该怎么看？也许到了某一天，你比如说我们曾经去台湾。台湾我就说有很多新型农民，你一问呢是台北的电脑工程师，但是他到台南种一片稻田，哎，这种啊，你说他是我要回到农民，我做一个农民，可是要叫我说你跟我见的大陆的农民不是一种农民，我认为你不是农民，我认为你是，这算是一种什么呢？没有，你自己去把它界定嘛，就、比方说什么叫真，什么是假。假的，就算它是假的，所谓假 artificial 人工做出来的，不见得没有意义啊。像我，其实我觉得刚听你描述那样，是跳什么舞，锅庄舞，什么蛮好玩的。当然你，我不愿意再看第二遍，可是你给我看第一遍很好玩，我会马上想到，哎，整条川是怎么样的运作法？比方说旅游产业哈、啊，赚到的钱怎么样分？很多社会学、人类学里面的有趣的领悟给我。所以你戴着什么眼睛去看，你就看到什么。可是你，我当然不会那么天真，以为说这个要代表当地的什么100年来的文化。所有的人是这样的，是吧？对对，那可是也不见得全部是假，它一定有些延续的东西下来啊。所以你自己当然要做好知识准备嘛。要像所以罗朗刚描述，他说他的行动的方法根本不是旅行啊，那个叫探索啊。所以你看很多节目啊、那个也discovery 是发现别人 exploration 啊，去探索啊、挖出来什么哈、那是不同的概念。那当然他要以前他一定平常自己去了解啊、知识上面要掌握，他带着一双不一样的眼睛啊、不一样的准备去看。还有期待什么吗？而且我觉得现在其实科技也会改变这种观看和被观看的这种关系。就是比如说原来我们比如说到农民或者是县城的人，他其实没有一个自我表达的平台和机会，他永远是被观看、被记录、被城里人写下见闻发在这个微博上。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关系是相反，就是现在的身边的很多的记者，他们在城市里面找不到素材，然后就看快手、看抖音，就是看这个县城人的生活，这个或者是农民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城里人才变成是被塑造的，会看到哇，他们的生活这么有意思，他们生活这么丰富。你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看那个一个讲竹鼠的一对兄弟，他们每天就挑竹鼠来吃，每天这个挑挑拣拣，这个竹鼠就是这个竹鼠肥，这个竹鼠就是养的一种老鼠、是吃的、就是你会变成这个城里人反而就是成了这个观众，而且是被这种景观塑造的观众。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关系颠倒了。所以说就我觉得也不是说是真的假的、也许那个字我用错了，但是我就是认为，就比如说日本有那个茶道，对吗？茶道原来的传统的也是几个小时的，但是去日本旅游，包括我朋友带我去，就是20分钟，就是这样倒水什么这样。这个确实我觉得假的，就是你如果就说这个原来是这么长，但是我把这个剪短了，就是检索了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那就可以。但是如果他给我认为你想看的这个，所以我就给你看这个，然后就说哦，这个叫岔道，但是确实不是，但是我认为你想看的这个，你给钱，我想赚这个钱，所以我就会给你看这个。这个我觉得是不行的。他反对的是这个。对，我叫德克萨斯，我们都是要去租一个马，一个小时一个人，然后就去接这些假墙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要接待这些旅游团，我们要赚这个钱，所以我们就给他看了，其实完全不正确。那这个我对这个确实是有点想法。那你要到德克萨斯，你还真来，一人拿把枪，棒棒，我要真的打死才算。你真的要真的？不是真的。所以我刚才听他想的时候，我一下子代入，我讲我是一个村长，我说怎么跟这老外是真的，这还不真，真的。问题在于，你知道，就《红楼梦》，中国这个《红楼梦》里有一句话叫"假作真实，真亦假"。真的，现在有个复杂的问题，就像他们说这个量子物理学这个观看，
就改变了观看的结果，就是我刚说的那个人类学。对啊，你本身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快手哈，他们有一个拍纪录片的，就是像抱着像你一样的热情，说西北地区有唱那个信天游的花儿啊、秦腔啊什么的，我们怎么看着他们就能够衰亡呢？所以我们要去拍纪录片，要记录下这一切。可是最后在拍的过程中，拍完了以后回来，这个导演讲，他说我发现啊，能够挽救这些个民间文艺的，不是我们这个拿着联合国钱的纪录片。他说你知道是什么吗？快手。他说这个唱秦腔的本来就唱不下去了，可是自从有了快手啊，他天天在炕头上唱，因为他发现上海有一帮粉丝，对，他会看，他愿意去做，他就甚至慢慢他还有了广告，还给钱，于是他都不用种地，所以他现在是自觉自愿的在传承这个秦腔。你说要按照你说的那种，其实他是一个本来逐渐走向衰亡，年轻人都不学了，可是因为有了这个快手抖音呢，他火了，火下来的，他火了，他反而真的教他儿子了，他这是个生财之道了。哎，你说这是一种什么生态呢？就其实我觉得就是由被动的被看变成了我主动的，我要去展示，就是真的是变成了导演本身，主要是你的目的，而不是他就不高兴了，说你这是为了给我看。主要是他的目的，其实现代科技可以是我们运用的，还是可以运用我们的，主要是你怎么看它，你就说这个是一个工具，我的工具就是可以为了我达到一个很两性的目的，或者是你就可以变成那个老鼠在罐子里，媒体就一直在给你喂这个东西，喂这个东西，你就是上瘾的那个这些 app， 抖音还是微博还是 facebook 还是什么东西 youtube， 你就是一直都离不开它，你以为生活就是在这里面的，你以为真正的生活就活在这个里面的，而且不是人与人沟通的一个过程，或者是去外面，其实你上次去外面公园什么走路，上次你去坐下来十分钟就听了刮风的，听了树林的声，上次是什么时候？其实我自己都记不清楚，现在20年前吧。是的，就是我手机坏掉的时候，等待维修，没电的时候，没电等待维修。其实刚说的，其实跟你说跳锅庄舞的逻辑是一样的，不管你没有快手什么，你想想。假如没有大家去看这些所谓假的东西，可能当地的村民，第一村民啊，第一个可能那条村都没了，可能人都跑光。第二个，可能有，也大家已经20年不会去跳那个舞，不会去碰那个服装，他现在可能弄了一点所谓假的东西来给你看哈、啊，可是他至少有某部分的东西留下来哈、啊。那其实背后的逻辑跟你说，有了快手，那、啊、还有人唱。秦腔还叫他儿子，因为有人打赏，有人在看，有知音哈、当然比较复杂啊。可是跟郭庄的，我觉得不因为他是所谓的假，完全就觉得不值得看哈、啊。你哎，对你说的这个，当然我想起就罗朗，你看我作为一个中国旅游者，我问你一个问题，比方说我到美国哈、啊，除了这个纽约啊或者一些大城市之外，很多地方你知道，美国咱们说发达国家，但是说实话给我的印象是荒凉。对、就是、孩子不穿鞋，没有见过牙刷的地方。我不知道，包括欧美，你比如说啊，在我们这里有一些小地方的人，年轻人他们会想去大城市，因为呢他觉得这个地方，在我所在这个地方太守旧太传统，尤其是一些觉得自己想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会被别人认为他格格不入。但是呢他要到了北京，他发现人非常复杂，任何爱好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这个群体， 对吧、好，我不知道，比如说在欧美的一些小镇乡村，有时候我们开车经过，我就觉得在这儿活得闷死啊，但是我感觉他们也是很安于这个生活呀，这么一个简单的生活。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我觉得有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对不起，我打断你。比如说像你的老家德克萨斯的，他比如说一个小镇上的人啊，为什么他们不向往去纽约生活？很多会，所以我就是要给你回答的是，很多小孩子，不管是哪里的，大城市的小孩子，你带他们去农村，第一次就见了一头牛。他说哇，这么了不起，牛奶原来是这个地方来的了，他都不知道，他就觉得很新鲜。
所以人，我个人认为，我不是这种的专家，但是我个人认为，人会不停地寻找有意义的事情，更舒服的日子。但是舒服属于什么？也许你就觉得每一天我坐地铁，我有各种电子用品的玩具、电脑什么这个东西，但是他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也许就是每一天我看我的手，我指甲下面就是有很多泥土，这个才有意义。我今天用了我的手很累，这个才有意义。就是人都会看到他没有的地方，没有东西的地方，就觉得我缺这个，我缺那个，应该往那个方向去，因为我现在手里不够。不是中国以前古代的哲学家写诗人就说，其实你所要，或者是修佛心的，你所要得到的，你不用出你的门外去找，全部就在这里面。确实是，但是如果你不出门，你永远发现不到它。所以你看他这个研究品味的哈，反倒是给我们讲的，我就觉得什么叫舒服，他对他来说不舒服，就是舒服。你知道我有一个，就是甚至于我真的认识一对年轻人，就是在澳门啊。我先是因为我这个印象，我上个月认识他们的时候是参加这对年轻人的婚礼，他们的父母亲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哎呦，这个婚礼铺张豪华之极，你知道吗？男的呢是一个音乐家，他们都是可能是葡萄牙人，我觉得是葡萄牙血统的。后来我们一个月之后再见到这个小夫妻俩呢，是在云南一个小山村里，一个帐篷，还是那个村民输光了，在澳门，我以为在澳门输了要打回去帐篷的。对，这帐篷还是村民们帮他们搭的，就住在那个稻田边上，夫妻俩，就我就说等于刚结婚一个月之后就住在这里。我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我在这里创作音乐，我的太太教这个村里的人英语，教村里的孩子英语，所以村里人觉得他们很好，所以村里人帮他们搭了一个窝棚。哇，我就在那儿待了不到十分钟，我就一直都他蚊子啊咬的那个包啊跟枣一样大，我的天，我说哎，你说这叫舒服，当替你的一定是舒服。其实我就是觉得在就是就说这是嬉皮士文化的一种这个文化的这叫舒服。其实我经常自己会斗争，自己和自己斗争这个问题，就是我想做一个厨师，我想做我觉得有意义的东西呢？什么叫有意义，或者叫舒服？我在厨房做的时候很开心的，那不叫做舒服吗？如果客人也爱吃，那 OK。但是我们这一行的压力是什么？也是跟其他艺术行的压力，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停地创造一些新鲜的东西，比谁更漂亮呢？更有意义，更没想过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菜和这个菜拼在一起，怎么摆盘的，哎，没人见过，很新鲜，很漂亮的，不停的创造，这个确实是很大的压力。然后我自己给自己说，其实你要开一个餐厅，就是为了和别人有另外一个方式沟通。就朋友也会经常说，哎，罗朗，你的话太多了，真的，你能就是两三句就说好你的重点在哪里？好不容易中文才这么好。我确实我的人就是这样的，我话本来就多了，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喜欢做饭，我所有想跟你沟通的东西就在这个盘子上，我不用说一句话，我就给你每一道菜。就比如说我做一个 bagel， 就是那个早餐吃的那个面包，犹太人我们吃的面包，放烟熏的三文鱼。二战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到上海，中国政府就欢迎他们，就是从欧洲、德国有纳粹的地方，你可以过来。他们把他们的这个文化带过来，所以我想就是变我这个家庭犹太人的一个故事。我做那个，然后我就放一点奶油芝士，加一点香葱，加一点豆豉，加一点姜末，就不同的东西，就做一个小开胃菜。我不用说什么，我就给你这个东西，也许你不了解，但是你就说这个有里面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在里面。其实你说云南的那个人，这个叫舒服吗？这个叫生活吗？他生活确实是，如果大城市的他觉得我每天起床穿西装穿好衣服去上班，为别人打工，所以这个大公司可以赚钱，很累的，但是最后我今天做了什么，我的贡献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昨天活到今天是为了什么？赚钱，明天有饭吃，就是有一个恶性的循环，你就觉得我今天活了就是为了明天活了，那个叫目的吗？
讲主席，我给人听了他这番，我给社会的贡献在哪里？是做什么？我这个有意义吗？国际白求恩都考虑到对人类的贡献。我就想吃他刚刚说的那个来着。哎，我倒是可以总结，因为你刚讲到那个住在帐篷被蚊子叮哈。我听完小罗这样说哈，这舒服不是不重要啊。比方说你问那一对夫妻，他一定说不舒服啊，对，被叮不舒服，一定不舒服。问题是舒服重要，可是意义比舒服更重要，是的，可能更能够用咱们中国人的说法安身立命了。而舒服也重要啊，安身立命的意义啊，明领是最更重要的。真的，真的，就是我听他讲，我其实是觉得我层次较低。我就想的，对，我听到他，我就想到，我原来特别信奉一人生格言，就是不是要活得更好，而是要活得更多。我觉得他活得比我们都活得多。对，我觉得因为他对我是一个提醒，我反倒发现我这个越老啊越堕落，你知道吗？就是说啊，就是要那个肉体的舒服，就那个跟我一样，对，就是柔软，要舒服，然后原来青年的时候还要去旅游，现在我就叫度假，咱别到处走行吗？咱就到一个地方，最好是住的也舒服，吃的也舒服，躺在躺椅上，就是。但是后来我发现啊，这真是一种也我听了他说，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堕落。你一直要这样沉下去啊，最后还是活在一个 animal 的这个对吧？就是到最后越来越生理了，甜的、香的、软的。老这样没有出路的，我们还是要，所以我们一起打进好莱坞。对对对对，要打进好莱坞，不能下沉，不能下沉，还是不能下沉。谢谢谢谢，进军美国。对对对，我们还是要升华，要升华，要向罗老学习。我如果去了，就 to be or not to be。是辣子十道菜，就是陕西八大怪，对吗？那真是人民都是啦跳着锅庄舞。西北地区有唱那个信天游的，花儿啊、秦腔啊什么的。说这是嬉皮士文化的一种，这个文化的这叫舒服，其实。这世界很酷。